走这边，走这边，立志行上来。你好了，我也好了。你对，你十二秒。对啊，还有人走进来，他们就没听到了。哈哈哈！赶快绕跑！怎么前后会那个又上又下又前又后，都盯在一个线上，很恐怖。对，要跟就是滑雪的时候跟一点距离都。对啊，我跟还蛮远的。对，我就想说摔会不会挡到你？没有啊，你还好。不会，我们两个就是会刹车。对啊，就是以那个。我不能再给你一集，你知道吗？差你一脚吗？没有啦，我没有这么快。直接叫他跑多肉舞，哎，不错哦，第一次被人家抬下去的体验，那不是都拿在电风那个推有有看过啊，那个我到外就来了，坐在后面，哦，好想去跑。我们上次新野还看到直升机的，哦是，对，新野是怎样比较高级还是怎样？就叫直升机了，上面光真的太大了。
新宿可以随便看歌吉亚那里。哦，没有那么近。我们住东边，红面东边。是公寓吗？还是？是大楼。大楼。我第一次去新宿也是突然被那个歌吉亚吓到，吓到，吓到。我说为什么他在那里？过去，怎么会探头的？对，怎么会探头的？很可爱啊。高吉亚附近吗？住那间饭店哦，那是一间饭店，加托托。我不知道，那边不是电影院吗？对，然后有饭店，什么 Grace 还是什么东西的 G 开头的饭店。但毕竟在歌舞伎町，所以比较那个，走进去比较怕怕一点。我说一堆皮条客在拉客。对呀，对呀。一记勾，一记勾，这样是你们男生耶？一记勾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草莓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个啦，日币1500。一万五？讲价钱的。讲价钱，60分钟1万，一记勾，一记勾这样。啊？是可以。不用小知识又增加。对啊，什么？回去查一下，这样。因为这边不是有那个叫博野是 Skino 吗？他还说要带我去呢，他还说要带我去体验那个大姐姐的温柔，大姐姐的温柔，会被打。去 Sapporo 吗？啊 ，Sapporo 的吗 ？Sapporo 那个是 Skino 啊。哦，对，那个算是在札幌比较有名的康乐馆，欢乐街。哦，因为之前好像只要报札幌的生病的都会讲 Skino 怎么。哦，以前不是说那是传染源哦。以前不是说有一个奶头，然后感染，说要消毒，60个人，然后客人说那个哦用过酒精哦，触感不好。是有看到这种？对，新闻报的，新闻报的，新闻报的，新闻讲的，然后就说，所以呢，他们不会用酒精的。那怎么办？就更难吗？所以扎好就压起来了，对啊，就我怎么没有注意这个新闻？这新闻真的太好笑了，很好笑。都不能用酒精。之前又认识一个网友，他就是刚好在这个撒谎，然后我们有去喝酒，就在那边喝酒，那就他跟我说他预约明天的泡泡浴。有人帮他洗澡吗？就对啊，就是那种美丽大姐姐帮你洗澡。Soft Brown 对，有一条他不里面有一条街叫做 Soft Brown， 因为依照日本的法律，其实日本是没有色情业的，对，日本是没有色情业，那个叫什么？那叫法外，那个虽然是色情业，但是他们的经营项目是说，是你情我愿在那里洗澡。就是谈一个素食恋爱啊，60分钟恋爱这样。然后要是警察收进来的话，那我男朋友啊这样。也没有到男朋友，就是是两情相悦这样。不过我们之前有住在东横滨那边，真的也很方便，吃吃听啊。圣诞吃到饱，宵夜圣诞不是吃到饱，点一次点一个圣诞都1800-2000左右。你说冰淇淋圣诞吗？很有名哦，很有名。很有名，吃圣诞。对，之前我跟他出去，然后外面哦还超长的嘞，那个很大吗？口味特别吗？就很特别。我像那时候吃了一个那个什么苹果什么的，他那苹果是整颗苹果，然后拿去烤。然后所以就是辣，甜甜的，然后温温的，辣辣的，蛮好吃的。然后它的札幌真的很有名。札幌圣代，记起来，记起来。记一下，在好像在李小璐那边。
OK 啦，你这一下而已，就少油，少油，少油。因为我们。嗯，我在想要走哪边呢？好，跟着就对了。拍一张照片。你要拍？
要再滑吗？再滑就是坐左边。再滑好了。再滑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再去坐吧。去啊去啊。连这个都变慢了、欸，没有，应该是有人摔倒了。被遥控，减速，减速。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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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脚，我的脚。你要抬上来吗？不是，就是抬上来啊。
就是觉得不用再喝了，今天这样子也不会流汗。对啊，不要再喝了。原路啊，原路很舒服啊，原路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
高低刚好是那样，所以很容易搞成这样。对啊。嗯。快十二点了。嗯。咦，这个就有贴啊。好、嗯哦。每个有的车厢有。我们在这个。他说你就在这上面。嗯、对，我们在这边。他刚划那个红色的，一说到西。西跟 D 我们都划了。对对对，那这样就没了。还是你要滑 A 跟 B，B 是还可以，上次试过了，就是下得超慢的。A 的话是迎风面，啊，因为雪很少那个。哦，那就会更慢了，还是那个风把雪都吹光光了，不知道哎、欸。昨天觉得瘦瘦的，那边更酸，那边很酸，那边脚很酸。不是，那天我们就是刚说的 Across A，、我们就因为我们要这样一直下。就直接这样震几下，然后就到。他只是下个电扶梯而已，就一个板子卡到底。嗯。打打折，你们没有，你们不知道那个。
出险了。对啊，保险就要带车什么的，那个拖车。所以你是买了车啊？对啊，我买车，买新的吗？花了中古。我买那时候买是买八年的车，买八年的车，对，2012年才。就是个代步工具，这你们就可以去哪里哪里都方便。对啊，就北海道没有车应该很好。我先告辞。这都太远了哈，没有，这就先告辞。就靠公车，那靠公车，公车也就可能一天也才几班而已。嗯，那去早好一天也才早上才2、3班，嗯，下午才1班。嗯，对啊，他错过那些时间，你就没觉了。在台湾买一台欧洲拜，在这里就可以买一台车，我是有点搞不懂刚刚的。因为这里的车好像不会很贵，对不对？这里的车便宜啊。台湾是关税太重还是什么？反正东京车便宜，不是东京，日本车便宜。啊，东京的话问题在车位那些。车位。那如果是东京以外的其他地方买是最合理的选择。来，请观众从那个中间进来吗？没了。讲的，他那里应该要拉网子啊，我去看。他还没拉网子，他先用喊的。
品啊，还是什么？哦，再去找那个香菇。哎、欸，这次我又……对，是。这个就比较低，打在鞋子上。有点尿尿了，吧？还好了，还好。路有在路吗？有啊，都有吧。你刚刚有没有看我？没有哎、欸。哦，都没有帮我。我之前有啊，有啊，就弯啊，就看你喷烟呐。啊，喷烟不好吗？没有不好啊，就是稳啊。这种雪道你就都舒服哦，随便滑，我都正面向下就可以了。这种雪道，嗯，对啊，那个时候是最适合稍微感觉那个重心的差别，以及稍微我要往前，我要努力往前。还有就是左右转的时候啊，你会左转右转，左转右转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身体闲着没事干。踩中的那只脚，你可以试试再踩重一点点，往右弯一点点，你试试看会发生什么事。让身体习惯那个离心力，最后那个弯就会越来越那个，然后脚的控制力也会越来越强。对啊，好用。嘴就是喷枪。你要玩跳台吗？我不要啊。你想要试试吗？我不要。那个小跳跳就证明了一件事。嗯。我要多滑那些小跳跳。先练习。对啊，那个小跳跳下来，没事就没事啊。欸，跳台下来有事的话。一有可能有点问题，二是后面再下一个跳过来就更糟糕，所以我们再跟在他旁边帮他录，猜他会。我不，我猜他应该会去跳嘛，就是我帮你侧牌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对。你不要这边看着看着自己前面又一个，操死。最下面的香菇还在吗？我觉得应该还在。上面风那么大，你看下面没有风。这是山谷。它经过日积月累变成的香菇。不知道还在不在？希望还在。应该还在。只有第一次碰到是最好的，因为那时候太阳照在它上面。啊，那时候没准备好。看最下面，还在不在啊？最深的地方不在，看不清楚。嗯，好像没有。好像在，啊，你看到了？好像那个吧，是不是有远的？嗯。后面啊！哦，它藏在树后面，所以我看不到。对啊，看到了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又来找它了。很可爱啊！那我还要再拍，我不用拍，应该跟我那天拍的差不多。我拍超多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好可爱。啊！而且它今天看起来像是还长在那个下面嘞。它本来就是这么一个啊。没有缆车的时候就割按一下，很可爱。好像变鸡蛋了，那是侧面，那是侧面，变鸡蛋，哇，好。应该现在刚好12点吧，10分吧，对啊。好吧，人家缆车都关了。你可以坐这个四人缆车啊。你还要玩吗？
不过这个四人缆车上来就只是稍稍的，对啊。好啦，就是天叫你早点休息啊。比计划早点收工是好事啊。安心的慢慢吃。对啊，所以吃超慢。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留在 West 滨华刷手机耶。哦，那也很好啊。太慢了。那也很好啊。那就这样啊。那个好像一个睡袋，那个雪。嗯，好像可以躺。好，来拍一张照。拍什么照？我都要拍的呢。哪边？这边。南北馆旁边，要玩跳台吗？我可以帮你拍。哦，你要玩跳台吗？不要、啊，我又没有在你旁边帮你拍。跳一跳，
那个大门，那个大门一穿过去，往左边一看，就会看到那个。哦，这里看不出来。他可能也是从中间横穿过去的，又再穿回来吧。那里有一些，中间好像有一些树哎，一些草。这边好像风平浪静。哎，有一个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。哦，有啊，有看到。真的、啊。应该不会很想跑。没有想。休息了哈、哦。对啊，分干它，分干它。我们现在是安全下装带跟结婚包，因为上次志科忘记讲，结有点白痴，说我怎么没有跟他回报。回报。安全下装就是安全的结束了滑雪的部分。美丽的，又上坡。又没力了，又没力了，而且现在手后面好酸的，我好像也闻到什么，我好像也闻到了什么，哦，好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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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脱了，我要脱了，不想走了。我不想拿，我走。我的手，那两个地方好酸。啥可以这样用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昨天觉得手要直的。不是吧？是这样用？我随便啊。是啊。
解开再翻一次。我是没解开翻一次，解开我再翻一次。我是哪一根？
真的超彻底，特别彻底彻底，还是有些没有成功，对吗？很彻底，要分分分。火灾！火灾！感觉还是有啊，放松啊，放不了那么松，哈哈哈哈哈，我都分了，我分了，我放松，而且要分了，放松一下，对，然后吃到一半要不要来那种？你这种要用你的手机还是我的？用手机吧，啊，你的手机比较好吧？自拍吗？对啊，自拍。嘿咻，你的自拍比较好。会吗？我记得你的无差。我的那自拍因为没有广角，所以拍不下那么大。我要在这旁边。还没关吗？嗯。